Hello，刚睡醒啊！傻眼呢，也要等一下。怎么办？我想再干一下下《弓箭传说》，等我一下哦。开始。因为最近一直有稍微玩一下《弓箭传说》，我想荧幕分享，可是，好像不太能分享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我脚又麻啊！好了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早安哦，晚安哦。等一下，我看看我可以分享一下下。这个。返回至桌面，等我一下哦。我好久没有荧幕分享这个了哦。打开这个吧，然后工具箱嘛，信任。然后嘞，苹果录影大师在哪？这里。哎，这个吧，然后哦，有了，可是这画面不能让你们看到。等下，视窗截取，新增来源。那个啊，这个吗？不是，是这个，也不是，这好像录不到这个，哦，是完成。好。欸，这声音好大哦！怎样？哇，声音那么大哦！欸，会卡，会卡，会卡！会卡，这好卡哦，怎么会这样？东西真的很期待以后某次开台的时候，教主身后会传来浅浅在那边喊：“雅虎是什么？”早，大家早。
哎、欸，好卡哦，我还是停止分享好了。不是，我玩还好还好，可是我看画面好卡、哦。好了，我随便玩一玩试一试好了。那一标射出去竟然没有打到，团团音效包不可能啊，你要我家人吓死哦！你可以养一只鸟啊，可是你最好是要有爱心一点哦，不要养好玩而已哦。你就把那音效包拿去用啊！卡。没有卖，我也觉得救命还好一点。这样子，荧幕分享之后，他投射速度变慢了，我比较好躲哎、欸。回了一个，你基本上不想种，因为我今天是 VC， 虽然本身是猫奴，哎。兔子的互动还比猫多哎，我要养猫嘞。明明兔子身上的味道比猫还好闻，就是不多人养兔子。咔咔咔！啊，要死！我才讲完。是生病回家的小企鹅，企鹅小企鹅，你生病？哇！你早上还跟我聊那么开心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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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换游戏了，真好卡。换游戏啊！我连玩的时候声音都延迟了，痛苦了。兔子养四年，好大一只！哎、欸，我怎么受伤了？好了，我死掉算了，直接换游戏了。看来老天也不让我
没事，再光魔王光，要死掉啦！要死掉啦！旁边吗？可是我找不到好的位置啊，快死掉了，换游戏。Joko， 你上次帮我用的那个开不起来了，欸，会很卡。那个分享的那个人，然后这个是用苹果录影大师啊，也还是很卡。调很小声，我跟你讲，调超小声的了。好了吧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哎，死掉了！啊，不看广告。好了，好了，可以关掉了。烂游戏。是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来玩。这样，直接退出游戏，对，然后我们来开，继续把昨天僵尸那个玩完，然后我们就换另外一款。Noise， 我刚刚说话有点不清楚，那是因为太小声了，游戏音乐太大声。啊，不然就是我要把我的那个娃娃从麦克风上拿下来，因为我的娃娃现在是我的防喷麦伴有的防喷位置。我刚说，你上次帮我找的那个直接用那个 WiFi 分享那个，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卡了。
幸存者，争取后15秒内对敌人造成伤害。幸存者每次攻击体力失去15秒。哦？下一间。啊，我 low 还没签到吗？有，应该有吧。应该有吧。我买这个吗？等下再看，先看这个。要不要买机关枪嘞？啊，算了啦，继续逛。两颗苹果树，第一颗。第二颗，没够哎，那我来买一下好了。不要买嘞，一次全部讲完比较快。Joker，你是跟我讲话还是跟观众讲话？我兔子头像还没拿，那天惨成那样子，我都拿不到。
哇，我第一次刷到快50哎，有点猛。50有没有成就啊？没有，好。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